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，甜蜜的印记一定要吗？ BHKS 维韵美系列逆痕精华搭配抚纹霜，油与霜的完美比例。自从我怀孕之后啊，就一些前辈们就一直跟我耳提面命，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肚子，不然一旦长纹路你绝对会后悔。所以呢，我很早就开始擦保养品来预防了。那我自己的保养方式呢，就是我会先擦这个 BHKS 的维韵美逆痕精华，它是有点类油精华的质地，严选五大哦天然的纯植物油，蓝蓟油啊、印加果油啊、厚厚巴油、甜杏仁油跟玫瑰果油，它独特的质地可以瞬间化成轻盈的油感，也就是马上可以快速导入肌肤的那一种。它还添加了超级奢华的黄芪跟党参，这两个绝对是抚平纹路的关键。对于淡化孕肚的纹路啊，真的是超级有感。它同时还可以紧致我们的肌肤。擦完之后呢，我就会接着再抹这个 BHKS 的维韵美抚纹霜，它也是严选就是纯植物油，蓝蓟油啊、印加果油啊，还有天然舒缓植萃及燕麦。萃取舒缓我们的瘙痒，然后修护我们的肌肤。它有那个双效维持的包覆技术，把高浓缩的精华均匀的包覆，然后呢迅速的就导入我们的皮肤底层，它完全就是不会负担的那种滋润，完完全全不会油腻，就是非常好就可以擦上去。我的皮肤感觉抚平干燥了，然后呢又可以强化肌肤的弹性，先修护然后再保湿，效果就会更好。那这两款呢都是非常滑顺，很好涂抹，一点都不会黏腻啊，也不会有那种什么很不舒服的那种油感。它没有香精，没有合成油脂，更没有矿物油的添加，是非常安心纯净的在呵护我们妈妈的肌肤。十个月限定的美，也要用完美的肌肤迎接孕期不留纹，只选 BHKS。